欢迎来到魔术玩家，这是一个有趣的知识性的魔术频道。要问我什么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先有鸡吗？我答错了吗？我猜一下，先有蛋。答错了。先有鸡。我猜先有蛋。两个都没有。我猜先有蛋。啊，答错了。我再一次哦。好，我要猜先有蛋。先有鸡。开始喽，你要问我什么？先有蛋。先有蛋。哦，我答错了。好，你再问一次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先有蛋。好，那我猜先有蛋，先有蛋。先有鸡。然后呢？好，这次我猜先有鸡。老师，要有这些东西才会先有这种。你要问什么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先有蛋。老师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我猜先有蛋。老师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先有蛋还是先有鸡？都有。没有这个。都有，蛋跟鸡都有，怎么办？如果蛋跟鸡都有呢？你说先有蛋还是有蛋？都有。老师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两个都有，蛋跟鸡都有。先有吃光了。被你吃光了。